身身有佳人，灼灼无人出。乘风破浪翔碧海，横云驾雾上。慢点跑，可别摔着。让阿里把平安绳给爹爹系上。真是我的乖女儿。啊，爹爹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九名一族说的不错，果然是流落人间的蟠桃树。蟠桃灵力是我的了。你们快走！爹爹，有气，竟然还有来送死的。天上的神灵啊，求你救救桃源村，救救爹爹吧！我可不是，你不，沈爷爷和董大哥他们也逃出来了。爹爹呢？为什么爹爹没有跟他们一起过来？上去可以绕到村子里。啊，这里的桥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样绕下，
被困的村民。我就喜欢看你们这些人类恐惧害怕的样子。这些浊气地魔可是大魔王，正好快看，有人来救我们。现在很虚弱，这桃花桥应该支持不了多久。阿离留下来继续祈愿，请你先去救爹爹。想不到这人还有点不好控制。谁敢靠近大桃树，我绝不允许。仙术有威，无话术。善哉，善哉。桃源村离此大难，幸有观音普降甘霖，方得安宁。
只是有些人却再无法看到了恢复祥和的桃源村如此美好，或许真的值得用生命去守护。听，现今乃大唐开元28年，距西行取经已过100年。当年取经人东归，不久便下落不明，其弟子亦不知所踪。众生惶惶，三界大能亦无可奈何。你乃我有，我会将秦离带回普陀疗伤。去吧，去完成你的使命。说服灵韵宝壶，原来是那样。阿离仙，你你可准备好了？我刚刚到长安，这里挺热闹的，有我非常喜欢的舞蹈，希望。观音，你我啊，怎么不见大师兄人影？谁在拍我？
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新弟子，子音，你又砸我场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毕竟我是大师兄。哼，大大，总觉得这大师兄病。刚才师兄用来吓你，用来邂逅你的那一招，名为修罗隐身，乃我地府弟子的招牌技能。看好了，来，你试试。我这样的天才都得花3个月才能掌握，你这一样画葫芦，画得很不错了。来，先给你一枚隐形令玩玩，用它就能直接隐身。啊，突然头好晕。重渊，你的病。奇怪，阴时还没到，这病怎么就开始发作了？刚谁说没用过？活该。他身上老毛。声东击西，故大功将成。阁下跟了许久还不现身，你跟踪于孤有何意？王权之父，黄口小儿不自量力。何方恶鬼竟敢在地府弟子面前放肆，还不速速离开？你哼，你竟是师兄。鬼门生变，我与钟馗等人前去处理。李霜、子英，大师兄近日抱恙，门中诸事交于你二人处理。是师父。师父放心吧，我虽暂时是个废人，可有我坐镇，门中定稳若磐石。师兄，你可知祸从口出？师妹师妹，我错了，我这是……重渊，你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
不愧是大师兄。李双同，李双，你二师兄身上的变化跟大师兄一样，不是普通的魔族。不错，没想到大师兄是蚩尤族人。那个大魔头的族人呢？所以，我对你颇为欣赏，不要逼我。别怕，我了解他的招数，按我说的来做。不能认清现实，顺势而为的人。小心。我虽喜变革，但不喜变数。你控制不了体内暴涨的浊气，强行解开我的封印，只会经脉尽毁，成为废人。李双，我已经传讯给师父，再不走就走不掉了。